广告界规模最大的盛宴——亚洲广告周，今年也盛大开幕了。这位是日用品厂商的营销艾小姐，她想迅速充电，掌握各领域知识，获取业界最新动态。但她每天都很忙，连如何搜寻都不知道。难道没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李先生提议，参加亚洲广告周如何？广告周每年都在纽约和伦敦举办，今年开始也加入墨西哥城，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广告盛宴。去年在东京首次举办了亚洲广告周，整个活动迎来了超过200位演讲者，并举行了100多场交流活动，以亚洲国家为主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10000多人参加。该盛宴的魅力在于，企业营销人员、广告创意人员、创业家、活跃在媒体、广告公司等广告界的精英们，从年轻职员到经营管理层将齐聚一堂。李先生曾经在纽约、伦敦和东京，白天参加各种一流企业家演讲、研讨会，晚上出席鸡尾酒会、演唱会，获取了丰富的知识与 know-how， 不断接受新鲜人脉的刺激，创意点子迸发，使公司的业绩迅猛提升。听李先生的一席话，艾小姐也打算报名参加亚洲广告周，期待着与活力四射的业界精英碰面。艾小姐现在就开始兴奋了。亚洲广告周5月29日至6月1日即将举行，6本目，您不参加吗？期待着您的光临。